今天我们在荒山找了个地方露营啊，这里就非常的安静了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过来啊。我们准备在这边好好的休息一下啊，到处都是春天的气息啊。就我们一辆车停在这里啊，上面是一个寺庙，看看这周围的环境啊，哇塞，这么大的大草坪，前面是那个剧场。因为疫情的原因啊，这两个景区都没有开放啊，所以呢很少有人过来啊。我们晚上就在这里做点吃的啊。这是我们中午在超市买的猪蹄，晚上炖一个猪蹄汤啊。这边猪蹄25一斤，正常一点了啊。给你补补身体啊。补补身体。猪蹄汤。放点黄豆吧，我觉得。那也行，猪蹄黄豆，焯完水了啊，然后洗干净就放点黄豆放进去一起煮吧，清炖了哈，清炖清炖，这汤是不是也能喝？能喝啊，猪蹄黄豆汤吗？肥不肥哟、哦？反正你喝肯定是对吧？美容养颜。美容养颜，放进去好了。就可以放在这里炖熟了就能吃了。我在这边，我吃豆豆晚上啊。你吃豆啊？我吃肉啊。你吃肉。这里还有在摘野菜的，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在摘野菜。嘿，你好，你们在摘野菜吗？什么野菜啊？我看看。这种，这叫什么名字啊？艾叶吧，这叫艾叶啊。我来做那个疤的。做那个膜，就是那个膜。对啊，那个饼一样的。对。就把它的汁水弄出来做的。对。大白去摘野菜了，摘野菜了，那是艾叶，艾叶，人家皱膜膜的，皱膜膜的，你会不会弄啊？不会。哎呦，这里还有回声呢，大白在这里可以好好的玩了。这里还有好多花哦，是吧？这不就是天然的那个大草坪吗？要是有一个这么大的地方就好喽。后面就是山。好。大白，这里有球。哇！扔过来，用力扔。这就玩不动了，开心了。颜色花挺漂亮的，这草花。现在的花都是小个的了，是吧？大花全部没了。哎呀，大白在一个小花丛中啊，有没有？别把它啃喽。耶。你躲起来看看。你躲起来，看它有没有反应。有球，它就不找我。那我把球给它收了。我先躲起来，等下你掉下来找我。让曼玉躲起来，然后看看大白什么反应。因为这里好多这种草堆啊之类的，让曼玉躲起来。哇，大白也萌起来。你去吧，大白什么都看不见啊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好，躲好了。我看能不能找得着。人呢？没喽。你看，我也不知道他躲哪去了。全没有了，周围全是这种草堆。哎呦，大白出来找人喽，快躲躲好喽！呵呵，有点懵啊，大白快去啊，站那里干啥呀？快去，去！我看你能往哪走，大白躲到这里了。大白开始下探，蚂蚁在后面，就在这个草丛后面，看大白能不能找得到。哎呦！
哇，哎，玩累喽。你看它这个这里的绿了，看见吗？看到了。绿了，你看你玩累了吧？嘴巴都绿了。我的天，再看看这个爪子已经没得要了。全是这个什么，这个东西在你们那里叫什么？我也不忘记叫什么，我小时候老是被这个东西。一个，我看能拔多少个。我的天哪，你看这怎么弄啊？我们小时候就是喜欢把那个放在人家头发上面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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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地上有虫哎，快来看。哦，地上有虫，不能压板趴地上哦。哦。这虫子看到没？看到了看到了。哎呦，快拿梳子给梳一梳好了。梳一梳梳一梳梳一梳。哎呦，这个虫哦。屁虫啊。不知道是不是屁虫哦。小屁虫。这不会是小屁虫吧？看一下。有点像蜱虫哦，这么小应该不会，哦不行哦，不会是吧？不行哦，别在这里，阿白身上吸血哦。哦，哎呦呦呦呦，别下去，别下去。有蜱虫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在草地，草地有虫子。快过来，快到外面来，到外面来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你看它往里面钻了，我拿抓出来看是不是蜱虫。哇，好像哦，小蜱虫还没长大。再好好的梳一遍。就是，哎呦，好多哦，不行。拜拜，不能在草地里滚了啊！哦，又是蜱虫，又是这个，完了，这里好多啊！草地上是好是好啊，但是那个蜱虫什么东西，虫子太多了，赶紧给它处理一下。给它弄点这个驱虫药看看吧。那小的养死你哟！那小的长大就很麻烦了。你看，看到没？这里。看到没？哎呦，都是一点点的。它现在还没有粘到它肉上，我给它拔出来。它还太小，知道吧？你看这么小，哎呦！你看这么小，看到没？我的天，把它放这里。哇！已经抓了好几个了。弟姐，那个驱虫药啊，把大白上面那个小小的那个虫子全部去掉。哇，大白知道哦，它平时都要挣扎的哈。这次它不挣扎了。现在这个小啊，看起来没什么危害哦，一旦它长大就完了。它要在这里吸血，吸大就完了。对的。这个已经咬在耳朵这里了，这么小都能咬了。它咬了怎么办啊？我拔了怕它头会不会在里面哦？可以。你看，它已经吸了。哦。怎么办？我拿个烟头熏一熏。要不你来烫？哎呦，我来吧，我怕你熏到它，大白害怕。哎呦，它那么小，会不会把耳朵烫到哦？你就烫一点点，它的让它受热就行了。你看阿白知道哦，它一直一动不动的，这里我看到了。轻轻的烫啊！我怕烫到阿白了，这么小。你看阿白，别动啊，别动，帮你抓这个啊！它吸你的血了，阿白。吸血了。怎么办啊？太小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小了，你一烫就烫到大白耳朵，不要吧？啊？这太小了，不行，大的才行。你小了不行啊。那小蜱虫怎么办呀？小蜱虫再想办法看看，大的话你能烫到它尾巴，这个太小了，你一烫肯定会烫到大白了。不好烫，它呛到了。刚刚滴了点药，然后那个虫子好像爬在大白的皮毛上了。然后我抓了好多啊，把它给按死了。我的天，太恐怖了，抓不完了。现在拿梳子给它梳一下，看能不能把它梳跑吧。我觉得那耳朵那个的话，不知道怎么弄了，明天还是找个医院给它看一下吧。好。太小了，最主要是太恐怖了。忙了一会儿，我们都洗个澡了，衣服也换了。刚刚真的是好多好多虫子啊！现在已经8点多了，我们还是先吃点东西吧。哎呀，已经没胃口了，吓到了。哎，你看炖的，本来这个猪蹄看的挺有食欲的哈、哦，但现在看啥都没啥胃口啊，不是特别大的胃口哈、给大白身上滴了那些药，不知道明天有没有效果，明天再给他检查一下，如果不行的话再带他去医院吧，太吓人了。希望今天能把他蜱虫全部弄完吧，要不然的话我们明天真的是要好好给他看一下。